是要让路旁边那个庙的路。对，刚刚那里让就好。然后我让，然后在那边说，我让 Stevie。
真的，干。就也没看到警灯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撞到的。我靠！对啊，这怎么撞的？很严重哎。但是他是在市区的文松路就已经遇到了，然后拖吊车拖上来，再回宜兰修哦。然后他不能上高速公路，那就真的有撞。靠！其实不是撞，还是真的。米其林贵，之前那个沙里好像